广论的势力呢，它呢本来应该是呢要好好的奉养释迦如来的正教，但呢并非如此，因为呢最后呢这个广论呢实际上是以第二部的广论作为呢它的核心根本，就是要回到呢密宗道次第广论。那这样的话呢，宗喀巴写的问题在哪里呢？它里面呢，它提出了这个男女双修作为根本，也就是说这是违背呢唤醒的，唤醒就是清净行。而且即使呢，他又说那我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可是那他达到以后，他继续做什么？他继续双修，也就是说他的双修是永无尽头的。那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因为他这样的一切清净行都不可能产生。他自己说的都呢远离呢三圣菩提的正法，而且即使用呢古代的古婆罗门教的梵行等等来看，他也不合格。所以广论呢，最后一定会被人们所唾弃。这不是一个宗喀巴的问题而已，而是呢，你对于呢性爱的这种追求，不应该呢把它呢跟佛法连接在一起，因为这呢等于是违背的佛教的清净明慧，所以呢它一定是不如实法。而且这边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呢，对于呢大圣非佛说这样的说法，其实世尊呢当然早就知道了，一定呢有人会诽谤，所以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有说了。然后呢，在卷506还有卷559都有说，说明呢后代会有人呢来呢认为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圣法了哈，非呢真佛语，不是真正佛所说的这个语言语句，非佛所说，不是如来所说的，不是呢就是主张大乘会有说，非如来教，不是如来大师所教导的法。然后呢，世尊呢最后下了很重的语，当然就是说三恶道等等这些呢就不用讲了，世尊直接用几个字，他说这样的人如臭烂粪，大家记下来吗？因为呢，在印度为什么要说要臭烂粪呢？因为呢，在印度呢，这个牛粪还可以用，因为它不烂，它不臭，它还可以当燃料等等。可是呢，世尊呢，对呢这些诽谤大乘法的人啊，不管呢他是用呢男女双修来诽谤啊，或是说这，或是继续说我的大乘法胜过佛，他世尊就直接这样是属于臭烂粪。而且呢，也包括说呢，有的人他说二乘法一直演变，最后演变成大乘法啊，因为二乘圣文他们很努力啊，一直演变。世尊也不赞成。世尊呢，在《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有提到，有人认为他胜过佛，那就属于呢，像宗喀巴、达喇嘛的，他们就认为我所成就的这个呢，报身佛，不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应身佛或化身佛可以比拟的，所以胜过佛。那另外，他们也主张什么？就是说呢，大圣经典是二圣部派的二圣呢，这些人发展的。然后呢，世尊说这些都是愚痴人，所以是谤佛所说大圣经典，言是呢声闻呢小圣所说。好，所以呢，我们呢应该离弃这样的法，就是呢要离弃这种密教的这种呢邪思。让密教呢，它可以呢有机会改变。那我们相信呢，一定还是里面呢有一些真正的想要修学，圣道法门、圣道门的人，他们呢愿意来接受真正的这个呢如来所
说的三圣菩提，然后达到呢一些呢他们所谓的改革，那我们就乐观其成。那再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说呢，那对于欧美的各国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陈老师来说明。佛法要信受佛法呢，当然我们从这个2500多年来的整个历史来看呢，佛法的信受呢是的确是有需要它的那个社会环境跟背景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几年来呢，有更多的欧美人士呢，他们慢慢的往佛法的这一块呢，想要更了解它。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达赖喇嘛呢，因为他夹着当时美国为了要跟中国要打对台了哈，所以就达赖喇嘛就趁势在这个世界各地呢，就到处去演说，去开设他的这些金色等等的啊。后来他不也拿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嘛？可是由于他们基本的理论是有基础的，所以很多在欧美地区他们设的所谓的研修中心啊，会出现就是这个性侵的问题。密教性侵的问题很显著，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是问题，因为宗喀巴所定下来的修行的方式就是这样，你最后你就要说透过男女双修啊，然后来成就大乐光明无上瑜伽，这个是他们修行的一个必行的方向啊，所以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可是透过平时导师乃至我们不断的在佛教界发生之后呢，那我想未来欧美各国因为有人发现了那个问题，那个很更多的亲身体验啊，比如被性侵啊等等的这些人出来现身说法之后呢，慢慢的这些问题就浮现了。所以我想欧美终将要改弦易辙了，要真正去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佛法呢，还是要回到玄奘大师当时从天竺所带回来这些经论，然后在唐朝政府支持之下大量的翻译出来的这些大乘法的这些经论啊，要从这边去理解它。那这里面最重要当然就是成唯识论嘛。所以平时导师在此时此刻做成唯识论事呢，绝对是有它历史的必要。郭老师您认为呢？是我们可以说透过这个时代的一个努力，然后最后会一直发酵下去。然后呢，平时导师也告诉我们，接下来300年应该呢会有一个很好的美景。所以呢，接下来再投胎，然后再来投胎再来，那遇到的都是佛法很兴盛，而且呢，接下来甚至佛法可以呢延续到1000年，因为呢，不管怎么样，文明呢，它呢，在这个文化的议题上是可以经过辩证的。欧美呢，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心灵，然后匮乏，或是呢怎么样在呢知识哲学上的一个追求，
他们都没有办法不倾倒于说佛法呢崇高的这个呢，以及呢普遍呢遍行于这个世间的这一个智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展望将来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世界等待着大家，现在就是了。